中国人去了。我并不认为当地的狼得忘了，也并不认为当地的狼得去了。我觉得这个人干嘛干嘛，固定在一个位置上，是吧？高不了低不下去。我当王流不是为了当王流，我是没办法，我也不愿意，没办法，我一喜欢，当了两年多了，到现在我觉得挺好，我喜欢，我喜欢当王流，我希望希望有收入。这个王流稍微雅一点，我英语不怎么地，自己就自己说，不是 free 的，自由的，自由的，王流。干嘛会叫王流？我喜欢英语的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也希望，我也希望以后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希望我一直是一个自由式的学生，是拍摄我最喜欢的这个关系，我就愿意去做，这就是这就是梦。我是想轰轰烈烈的干这个，我的计划呢，我比较喜欢带一种冒险性，一种怎么说呢，就是对一种比较，就是一种冒险，就是我喜欢用我愿意用我的这个怎么说，用这小命吧，来换取一些有价值的照片。就我自己呢，我很羡慕也很钦佩那些死在战场上的，是在这个世界一些动荡不安的一些地区的那些摄影家，我很羡慕也很钦佩。我也希望呢，我今后呢，我是能成为这样的摄影家。